杨洁宝宝的打包视频，他要的是那个724的生日套餐，然后里边有三盒豆子，爸爸送的一个大白熨斗，一个高温耐烫板，三块不同形的小板子，高级镊子一个，尖嘴钳子一个，20个灯泡扣，10个铃铛，一包亚克力链条，10个梅花扣，10个流苏，5个小码，4条银色珠链，10个银色钥匙圈，15条彩色珠链，15个彩色钥匙圈，10个胸针，10个蝴蝶结，5对发夹，10条手机绳，4个防尘塞，30对那个银耳钩，10对耳夹，然后还有那个带挂钩的那个耳钉，然后金色还有银色的各100个。这个是那个带钻的那个耳钉，然后是10对耳钉100个，然后这个是九字针一包，羊角钉，这个做立体的，50个，连肩圈一包，这个是做手链的那个扣，然后这个是那个链条做手链还有项链的，一包耳堵，2个挖豆的小勺，一个戒指，一个做立体用的胶水，然后咱家这个是15毫升的，自带针头的那种。5块冰箱贴，然后5个那个亚克力球，然后这个是那个放在亚克力球的那个绳，然后固定那个成品的。6个拼豆盘，黑白补充包各3000粒，然后还有那个7个颜色补充包，然后这个颜色大家可以自己选颜色的。1个那个新手辅助胶带，那个亚克力棒4根，1张黄色烫片，还有一些那个烫纸，大烫纸还有小烫纸，然后那个图纸的话咱家只有电子版，然后收到找我要就可以。